晚上半夜肚子饿了，不知道吃点啥，您就做这样一道酸辣粉试试吧，好吃还好消化。空碗中放盐、鸡精、生抽、陈臭两勺，蒜蓉、小米辣、酸菜和榨菜，鸡麻油、辣椒油。锅中水开，下入红薯粉，煮熟捞出，倒入煮粉汤和煮熟的红薯粉，最后放八粒花生米和葱花。这你要再是学不会，我就拿着红薯粉半夜去你家教你怎么做。